选谁？你选选他。对，那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。但是以后还有机会，咱们不是？我觉得是这样子哈。嗯，我觉得现在就根据当下想选择的，想干嘛就干嘛。如果出现重叠，我觉得他们会解决这个问题。对对对对对，对我觉得你就尊重你自己当下的选择就行了，没关系，来来一起。放下，这么很尬，怕什么嘛？真的不要怕，觉得好尴尬。真的会尴尬，可以可以，真的会尴尬。哎呀，可以，他们会处理的。你给这样，你们好爱搞事情，咋啦？我们 City World。哎，我也好想放在那里去啊！我，没事，等等等，让我拍张照。我也想拍，你拍，你等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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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待会儿，待会儿，你先拍一张。太好笑了。笑死我！是我还是会想玩这个车车，因为不然太无聊了约会。对啊，都无聊了啊！我的卡丁车啊 ！City Walk 谁不想啊？对啊，我们女生都很喜欢，都很想 City Walk 啊。我陪科科去玩球。弟弟觉得保龄球大家都不喜欢，那我觉得我作为姐姐可能要照顾一下大家的情绪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有人陪你去玩球了，可怜我是吗？好，谢谢谢，不客气。那我们两个逛街，你真的想玩吗？有没有要拖下去了？我觉得大家都是爱小国，大家都公平，你不能觉得我想要公平的权利，我就不给别人公平权利。那如果别人也对帮帮是有感觉的，那也可以让他们试着相处一下。如果真的是大家对彼此来电的话，不在乎这第一天第二天的，因为穆林他比较坚持。因为我当时不是说了吗，我说我不是想选游戏，我说我是想选帮帮。我其实对活动都一般，但是我有想选的人。啊，你想选谁？你先选他。啊，你想选谁？你先选他。对，那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。他比较执念的想去逛街，可能就是单纯的想去逛街吧。然后那给他们相处的机会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随便哪一天都可以。可是我们相处的时间每一天都在慢慢的离开呀，那为什么要？那你也勇敢一点不行吗？你也总得给别人就是相处的机会吧，万一。那好的东西不都是靠抢过来的吗？我真的不是那种，我觉得你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。我真的不是那种，你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做自己。不要，你就做自己啊！我觉得你应该坚持。没关系的，真的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就这样，没事的，就这样吧。一起去那个。雨晴，雨晴。雨晴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，我会觉得刚刚氛围有点尴尬，我感觉一三好像很不开心。哎，刚有点，我们要不要？对，我们要不要不选 City Walk？ 别选了，我不想选了，我不想，不想吵架。对对对，那我选一个，那怎么办？我感觉同事选这个。对对对。天哪，我怕会不会我没注意到吗？我注意到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我没想那么多。我就是觉得 City Walk 很有意思。我就是没有东西删。我也是。你是哪个？哼，哪
我哪里都不想去，我什么都不想去了。在他们很纠结的时候，我已经有点感觉到有一点压力了，怎么办？打个球。你们俩谁去？嗯，伸脚步。你们俩谁去打个球运动一下，不然就伸脚步吧。我们俩，那我们三个人石头剪刀布好了。不是你不是选的吗？他们俩就自己在做决定不就行了吗？没关系没关系，你都选了没关系啊。对对对对，你不要参与了，这人家跟你没什么事情了。就觉得他们很难决策。不会啊，其实大家都觉得没什么。对，都没什么的，真没什么。对，只是大家都比较想要逛街而已，就是这样。因为女孩子都喜欢逛街。对，那我们就切丁可乐吧。哦，你别让我选，我不知道。那你就闭着眼睛。我不想去 City Walk 了，我要去打保龄球。没事，我知道，我能那啥，我摇骰子，我昨天就这么干的，我摇个骰子决定，好吧？就这样吧，他们要选吧。是不是太让你窒息了？我明白。Sorry， 是我的错。想一个人静一静吗？对吧？本来弟弟就也不想打球，那我可以作为姐姐去帮助他一起，我们就是相处一下，对吧？我们就是打个球嘛，玩嘛。结果我选了完球，他们，然后他又在那说，我都已经说了。我们在玩球和另一个之间选择，你为什么不去？我不行，我太窒息了，我真的受不了。你缓一缓一下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就是把我逼到了一个，好像我必须要跟你在一起，他们才满意的一个结果，不奇怪。这点我也有做不好的地方，因为我可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太明显。我觉得有点奇怪。我真的不知道后面怎么面对，很尴尬。很好解释啊，就是其实跟大家直说就好。这也很尴尬。我知道你一直在做退让，而且我知道你是一直会去照顾别人，然后不是说你会把自己放在后位的那个人。他的想法我觉得完全没有错，完全能够理解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。大家都想做好事，大家都想让所有人都满意，结果就不小心就变成了这样。我觉得当中就是有误会，大家心都是好的，但可能造成了一些误会。不能，我觉得我想跟你相处一下，然后我就要占有你。哪有两天就占有的？对对啊，就算是谈恋爱，两个人也不可能天天黏在一起啊，大家还要工作，还要面对同事，还要面对客户。对啊，就是我赞同。其实我不认同，之前有一种说法是沙滩上捡贝壳，我不觉得说我捡到了一个贝壳很好看，我就一辈子不去沙滩了。我是觉得我捡到了一个贝壳很好看，我很喜欢，然后我仍然会去沙滩，然后我会去看其他的贝壳，但我仍然觉得我的贝壳最好看，那个时候我的贝壳才是最好看的。你比较了之后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而不是一开始就是直接认定。好了，接下来放轻松，然后一切随缘，不会给你这么大的压力，然后我也会给大家释放这种信号。当然我也是可以同样去接触其他新的女生，你可以接触其他新的男生，大家都先多了解对方一些，了解所有人一点，最后做出的选择才是自己想要的。成熟的做法是吧？好。医生后来他有跟你聊这个吗？医生就说是我们要维持第一选择，因为我第一个选的就是想要就 City 不 City 嘛， City Walk 这个。那我要 City Walk。 医生我很好奇，他是就是我们可以三个人一起吗？我只知道我一开始选的就是保龄球，然后就说第一意愿。啊，我选了球了。啊，没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已经选定了。啊？是吗？有
老师，我是不是上错车了呀？他是不是说是按第一意愿嘛？如果是第一意愿的话，我选的是邦邦那组的那个 City 啊，然后就来了呀。所以你是中途被拦下来，在这边等着上车吗？啊，对啊，是的，不是被拦下来，是我要求的。你要求的？对啊。哇，其实很有感动到哎。不然你自己有什么玩的呀？我的心情还在 emo 里面，他一直在跟我找话题聊，而且他能够坚定的去表达出他的想法，就要来找我，就要去 City Work 的时候，然后我觉得他太帅了，然后有看到他的人格魅力。我现在能感受到你是也是快乐的。啊，快乐吗？我一阵一阵的，对。超大码，我要酷一点的。走了，我们去了。OK。这样吗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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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为什么你那个那么帅？因为我是电的。好吧，他这个是电动，我这个是什么？是油的。油的猛啊！大排量自吸。你在前面，我在后面。你要追我是吗？你先走，我呢？哇，好酷啊！你走啊，你走啊，你不走，我不敢加速。你走，你走。啊，哇，好好玩！加油！这个太快！慢点，加油，小心点！好吓人啊！摇摇欲仙。你一直在问你怎么不等等他？我想的是绕过他一圈之后呢，我再追上他，然后我去慢慢追他，享受那种追逐的感觉。开得不够快，刹车厉害。我也不会啊。我没玩这个。我觉得他的性格是很好的，胆子又大，就是他什么都可以玩。啊！没事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一次。啊！没事，再来。我不要丢脸。不丢脸。这个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很好啊。OK， 你来吧。啊！对不起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哎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该你了，该你了。这样，试一下。最帅的一帧。瞄住，啊，帅，再来最后一个。我觉得这个台球的话，可能会让两个人的关系更融洽一点。其实我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，但是他完全不会的话，我就要很虚心的去教他。他学得很快，我要鼓励。然后他也是一个很会反馈别人情感的人，就是我给他鼓励，然后他也会觉得我很厉害。可以，你可以打我的肩膀。可以，稍微好一点。他的技能，我投篮超牛，没输过。真的假的？我也是哦。我投篮真的没输过。
不就打一场，是我大展身手的时候了，我赢了，你不会哭吧？不可能，你先定一个惩罚吧。我们就定答应对方一个要求。OK， 开始啦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我真输了啊！这么多年了，第一次投篮机被女生赢了，哦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吗？你还行吗？如果你累了，我们可以去保龄球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好。来，认真了。该你了吧？谢谢。没咋玩过。哦，哇，哇，你的保龄球好厉害！还差一个。你这个厉害，你这个厉害，他很厉害，他有一连两次十环，好厉害，还行吧，对，还行。行。啊？正的球。正的球。正的球。我好强，我好强，这么强，休息一下，吃，对，吃个冰淇淋，累死了。你吃哪一个？这感觉很腻。行，那我吃，正好，我最喜欢吃草莓。我知道，看你歌词里面写，哦，你今天给我听那个歌。虽然打篮球没赢过我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没事，认了，输给我认了，嗯，下来就多练练。